好的，纳霍尔送一脚直传，看埃弗拉摆脱，传进来，漂亮！漂亮！纳霍尔调整之后打一个近角，你看卓尔队扳回一分。一个节奏快，一个节奏看是慢，但是呢处理得很好。快的是埃弗拉，溜到底线那个扣回来那下真的是快，一个人摆脱两个啊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球。就是这两个外援相互之间的连续的配合，啊，一下子摆脱两个，然后传到中间，这是那个慢的那一下，但是看着慢呢，但他节奏掌握特别好，停球瞄着打，那感觉有人觉得哎，是不是直接射就好，但他没有停一下，连接的特别快。最后这脚射门呢，也是有一定的运气啊，应该是蹭到这个上港防守球员的脚后跟上，嗯，稍微有一点点变向，是，角度变得更刁了，对。纳霍尔跟埃弗拉是两个类型的球员，但这次这两个类型的球员结合在一起特别完美。